傻狗，你从哪儿来的？本来想吃 Skyline 的自助餐厅，但是这排队人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就可能去别的地儿吃了。一直到那边才是入口。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就是毛利自助餐，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毛利文化村似的，就可以在这儿，这里可以带你去看表演啊什么的，也是一种，也是一个酒店，然后也可以吃饭。对，我们来看看。在这儿吃，哎，哦，嘿嘿。看着吗，就突突的往起冒水泡。